这个是我前两天在超市里头看见有新出来的这种，有点设计的灵感是来自咱们中国的大转盘，你看是不是圆桌是吧？大圆桌，看可以这样子的，这变成小迷你版了，你看这样子的。咱中国吃饭不是这样子吗？大桌子中间，然后弄个小的，可以放甜点啊什么的，不就是这样吃饭的吗？你想吃啥转过来就好了。现在哎，外国人也用我们中国人这种设计灵感啊，不错不错。今天吃哎呀，看这个，中间是奶酪火腿，然后煮熟的火腿，烤肠，然后我老公做的面包，这次做了双份的，因为知道年轻人饭量大，所以多吃点。又让这两孩子干活了，我是地主嘛，没有没有，现在让他们多干干活是锻炼身体。我们现在去买东西去，结果呢，我以为我老公也就喝了一两箱的啤酒，结果一二三四五箱空瓶子，一箱是20瓶，五箱就是100瓶。你说说看，德国人能不能喝啤酒？天太热了，猫它也不肯出去。你看，过来，小猫猫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我老公在外头给那个篱笆兰啊，那个种的常青树在打药呢。因为一直下雨，导致它的叶片发霉了。其实是一种发霉的菌吧。外国人对这些花花草草啊、院子里的打理东西啊，我跟你讲。比疼老婆都厉害，他老婆生病了，他都没这么照顾。来，我们家老公还爱车子，我的个天，那对车子那好的嘞，给车子买保险，这是必须得买的，给擦车子。他老婆身上痒啊什么的，他没有给他老婆挠一挠，但是对车子那是真的一个好，在他眼里老婆排第二，车子排第一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看他要不要上来？来呀，今天晚上我们隔壁村有那个 fest，就是狂欢节，叫熊节，熊猫的熊，节日的节，有乐队唱歌的，叫了半天。他不愿意到我腿上来，那就在地上躺着吧，地上凉快呀。他也不傻，你说，走哪躺哪。今天晚上我们吃烤肉，刚才去超市的时候买了好多烤肉，还有烤排骨，我闺女的最爱，我闺女的朋友也应该很喜欢吃，都是年轻人嘛。我们已经开始准备晚饭了，这是做的沙拉，我闺女她是不吃的，好像绿色的蔬菜。对于我闺女来说是有毒的。阿姨，你的碗没碗了。看我们的烤土豆，哎，这个是不是绿色蔬菜？她爱吃的。走。香槟喝上。这么。来，欢迎到我们家来做客。这么。Cheers，Cheers。晶晶，晶晶。看眼睛。看眼睛呀，的。哦，看，先烤的是这非个常好。排骨，这是人家酱好了的，然后用一包酱料，然后抹在上面就好了，刷在上面。然后他们先吃烤肠，脆皮烤肠，然后我们配上沙拉，土豆条在空气炸锅里烤着呢。看我们的土豆，今天烤的时间有点急了，因为饿了嘛，饿的人是等不及的。更何况看见他们仨都吃上了，我还没吃上呢，我能不饿吗？妈呀！滋滋冒油啊！看看，烤肉好了。OK。哎呦！哎呀，我吃不了，我吃一口上厕所是吧？Good appetit，烤肉，还有呢啊，
我们骑自行车去，我闺女他们坐公交车去。出发，我们已经到了。我闺女他们坐公交车，所以晚一点。我们骑的是自行车，哈哈，等会就去狂欢啦！开始啦，音乐响起来啦！掌声不是激动。So, und jetzt zum Fußball. Es nervt also schon zu teuer halb. 今天晚上还有足球赛，丹麦对德国队。Für uns immer der absolute News-Kicker. 哇，你看这边都在看足球呢。哎呀，德国是个足球迷啊，更何况今天有德国队。哦，我们继续往里走，到处都是电视机，都给人家看足球赛的。哎呀，看这边人多，那边有乐队的。之前那个乐队的话，就是唱的有点太传统了，不是流行音乐。看看，哇，那边什么的，我闺女他们到现在还没来呢。哇，音乐开始啦！还在玩游戏呢，哎呀，这手都打红了，看大家都在看足球了，没人过来看乐队演出啊。互动真好，可惜我都不会唱。第三次放在那边快点。回家了，因为我老公喝蒙圈了，我闺女他们也回去了。